有缺失，立即与厂家联系。下面我们来进行安装。配件架、手柄，安插的时候注意芯针与芯孔必须对齐。对齐，插好之后，旋紧螺丝帽。取下来的时候注意，必须要先把螺丝帽拧松，捏住金属的部分，慢慢把它拔出来才可以。装好手柄之后，我们来插上电源，安装护理包。插好电源，按仪器后方的开关按钮。安装护理包。安装护理包的时候，需要用到仪器上面的按键。首先有两种语言，我们选择英语。选择进去之后会有面部。进入界面后会显示面部、眼部、身体。首先我们进入面部，按启动，按推进器的后退键。推进器会一直往后退，退到最顶点的时候会自动停。这时候我们打开护理包，有产品管、芯片头、能量框、吸产品的小细管、首先安装芯片头。芯片头的时候安插注意，这里有个小孔，把芯片头安插好，管必须朝上。对好之后，稍微用一点点力。安插好芯片头之后，安装能量框。安装能量框的时候注意，能量框这儿有个小卡槽，手柄上有个支架，银色的金属支架。安装能量框的时候注意，小滚轮是在底下，这条槽对准支架，安插好就可以了。利用吸产品的小细管抽满产品，这时候把它放置在手柄上。放置在手柄上的时候注意，手柄中间也有一个卡槽，我们把产品管横放着，放好之后与前面的芯片头的小细管连接好。连接好之后，我们会发现推进器与产品管还有一段距离，这时候我们利用仪器界面上面的前进键，点前进键，会发现推进器会往前挪动，挪动到前面的，把里面的空气排出去之后，我们再点一下，前进器就会停止。这样手柄就完整的安装好了。下面讲解仪器的界面调试方法。插上电源，打开仪器后方的银色开关按钮，
界面上面有两种语言选择，韩文、英文。我们点击英文，有三个部位，面部、眼部、身体。首先点击进入面部，每一个部位的界面调试方法都一样。第一项，芯片头的速度，也就是快慢。第二一项，产品的剂量，产品管里面产品流出来的剂量。第三一项是射频强度，推进器的前进键，推进器的后退键，时间减少增加，启动键暂停键。每次开机以后必须先启动。仪器打开之后，可以首先按启动键。按好之后，第一项芯片头的速度增加、减少；第二一项产品的流速增加、减少。RF 强度增加、减少。调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操作了，按上按钮。这边有个刻度，是调节芯片头的长度，调节的地方是在前端有一个旋钮。往这边拧，这里就会往前挪动，芯片头变长；往这边拧，芯片头变短。进入界面后会显示面部、眼部、身体。首先我们进入面部，按启动，按推进器的后退键，推进器会一直往后退，退到最顶点的时候会自动停。这时候我们打开护理包，有产品管，芯片头，能量框，吸产品的小吸管，首先安装芯片头。芯片头的时候安插注意，这里有个小孔，把芯片头安插好，管必须朝上，对好之后稍微用一点点力。安插好芯片头之后，安装能量框。安装能量框的时候注意，能量框这儿有个小卡槽，手柄上有个支架，银色的金属支架。安装能量框的时候注意，小滚轮是在底下，这条槽对准支架安插好就可以了。利用吸产品的小吸管抽满产品，这时候把它放置在手柄上。放置在手柄上的时候注意，手柄中间也有一个卡槽，我们把产品管横放着，
放好之后，与前面的芯片头的小细管连接好。连接好之后，我们会发现推进器与产品管还有一段距离，这时候我们利用仪器界面上面的前进键，点前进键，会发现推进器会往前挪动，挪动到前面的，把里面的空气排出去之后，我们再点一下，推进器就会停止。这样手柄就完整的安装好了。切不可直接拿着芯片头硬扯，下面讲解仪器的注意事项。在卸下芯片头的时候，我们注意，首先要把推进器往后退，退到产品管可以拿出来就可以了。拿的时候不要太用力，轻轻拔掉，把能量框取下来。取芯片头的时候注意，先要用手指把与芯片头连接的地方捏紧，然后慢慢的稍微用力把它拔出来。下面我们演示操作手法。在操作之前，准备好所有的消毒物品，清洁顾客的面部。清洁完了之后，下面我们来进行安装。操作手法分为几个区域，第一个区域，下颌到嘴角到耳下，嘴角到鼻翼到耳中，鼻翼到眼眶下面到耳上，然后整个眼尾。整个面部操作完之后，再来进行额头的操作。操作过程当中，全部都是走直线，45度角的斜直线往上走。下面我们正式来演示操作手法，把芯片头的速度、产品的流速调好之后，我们先来给顾客感受一下。射频的强度必须根据顾客的承受能力，从最低档开始调节。首先在嘴角，稍微给顾客感觉两下，在耳后感觉一下，有感觉吗？有。射频强度再往里加一点。首先我们来走第一个区域，操作之前面部必须涂抹产品，涂到整个面颊颧骨上方至太阳穴先不涂。操作的时候必须整个手把面部提紧，我们可以拿干的化妆棉把整个面部提起来。放置的时候是45度角放置，整个走的过程当中不允许有拐弯的姿势出现。每一个区域分为三段，打完第一段之后接着打第二段。操作过程当中，每条线可以重叠一部分，而且也可以相交。
在第一个区域的时候，最主要的是注意下颌线以及嘴角。第二一个区域，我们注意的是整个法令纹的部位。法令纹，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不要拐弯。第二个区域的第二段，整个走的过程当中是跟我们的面部幅度成90度角。第二个区域的第三段，第三个区域，第三个区域我们注意的是整个要提至发际线，颧骨的地方，芯片头的长度必须调短。第三个区域的第三段一定要提至发际线。操作眼尾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注意整一个走上来也必须走至发际线。走完纹理之后，我们走竖线的方式，手必须提紧整个面部，从耳前下颌开始，每一次都提至发际线。脸的前半部分稍微走前线，提至颧骨。提升面部的手不要松动，整个把面部全部提完之后，我们再从颧骨拉至发际线。整个操作过程当中必须是先放好之后，垂直之后才可以按按钮。每次松的时候是先松按钮，然后才可以拿起来，防止顾客面部有刺感。下面演示额头的操作手法。清洁面部之后，涂好产品。操作额头的时候必须注意，芯片头的长度一定要调短，以及芯片头的速度也必须降低。同样都是根据顾客的承受能力来调节。额头我们可以分为两部分走，前面一段为一部分，后面一段为一个部分。